我哋首先要多谢马来西亚 YouTube 网友 Joyce 嘅爸爸，多谢你次次都有嚟到支持我。啊，多谢朗月记先生，多谢新加坡嘅徐先生，多谢你哋。多谢你哋透过 PayPal 支持我，多谢多谢。仲有咧几位香港朋友嚟唔到现场，都好多谢你哋凭航过送俾我啦，就系、是、何姐、阿强同埋郭先生，多谢你哋，多谢。谢谢马来西亚的 YouTube 网友 Jesse688， 谢谢美国纽约的叶先生，谢谢新加坡的徐先生，谢谢你们通过 PayPal 支持我，还有几位香港的朋友通过银行的转账，何姐、阿强还有郭先生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还有伦敦的 KT， 谢谢你的 PayPal， 伦敦的 KT， 多谢你的 PayPal， 多谢。
講什麼呢都不用回覆，不用理我。
行不行？心里没有我，又何必在一起？